箭总会更新了排名，台湾的射箭男团呢，积分呢从排名第五名上升到世界第一。台湾的反曲弓男团由呢汤志军、魏均衡跟苏宇阳的组合，在世界杯呢土耳其安塔利亚站拿下好成绩，取得金牌，补进了83.25分的积分，也让他们登上了世界第一宝座。Hello， 我是叶明。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，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。